林克来放风筝了。哦，飞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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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好高，飞好高！我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现在人在拉尼尔大水源，尝试海角这边整个地图的右边，雷兽山的上面。然后我走到这个唐氏海角的边缘这边，真的很边缘这边。然后我拿出我的素素青蛙，拿出我的蜥蜴，蜥蜴或青蛙都可以。然后把它丢下去，在丢的时候，你往下面看，它就会飞上去了，像这样。大家可以试试看。